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姚，我们现在要来打国王所背负的重担，这个是极光二三的地狱级哈。那这边带大家用双R来通关。好，第一关这边两只墓被锁住了哈，那我们先暂时不理他，我们就是，稍微消一下那个场上，结果他帮我消到那个双R，因为那个哈，65%的减伤，攻击的时候光心一起消伤会比较高。我刚本来想说洗一下技能，我消个心就好，结果他就直接四颗天降光下来，受不了。好，第二关这边是不能消到光珠哦，那这边的话其实是一个洗技能的好关卡、啊。来，这边我们就洗哦，我们洗到阿尔冯斯剩 CD 1的时候进关，好，不会太久，它其实很快哦，因为它本身是 CD 2，然后打我们，因为有65%的减伤，所以基本上是不痛的。那再加上说你消到光不会造成伤害就算了，它也不会反击，所以这边其实就是一个轻松洗的概念啦。好，你看它打我都还看不到骷髅头、哦，来这边老师跳，先把老师开下去。这边应该剩好 ，OK， 来这边的话一样先一扛给他下去。好，那我们这边的话就稍微叠个猪哦。OK， 好，这边带走。来，接着第三关五鼠强化的部分，这边我们把合体开下去，它就整版变成强化了。那这边的话就是一样，直接手转就好。我刚好像有点懵掉，我没有转到那个，没有转到新珠。好，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哦，合体之后它的队伍机会变，就是会再掉木星下来，所以平均会在大概多个一两康左右。好，这边是要消七康，那刚有说就是其实不用太担心啦，就是合体之后它会在大概掉个一两康下来，所以你就转个五，然后让它自己掉到七，基本上就 OK 了。好，接着下一关这边我们就直接炸板。好，来啊，一样炸板之后就直接手转就 OK 了。好，来这边直接带走。好，下一关是引爆暗来增加自己的攻击防御哈，这边也没关系，就是直接手转就对了，因为基本上他帮你炸板算是好事啦，我觉得版面好看一点这样子。来，接着王一哈，进王一的时候，我们先不要管他技能是什么，先做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就是把斯卡开下去，然后进光珠。好，那再来就是拼图的部分，这边就看你想要怎么解啦。你要开那个龙克无视也 OK， 但是你要带的是破拼龙克哈。那再来的话，这一关是电击，你没有电击，它伤害剩10%，所以我们这边把那个十倍给它吹下去。好，然后老师关掉，再开，这样子造强化珠出来哈。好，这边五颗，刚好五颗的新珠，来，我们用新珠去拼拼图吧。这边没有说要拼什么啦，基本上你想拼什么就拼什么这样子。好，水珠还刚好叠到哈。好，来，接着这边手消二三，我想先试着手转看看呢。来，五、十、十五。20、23，有刚好我本来想说开个招的，不过看来是不用了啦，就直接那个。你如果不会算二三，就开阿尔冯斯，因为他已经帮你排好18颗，你就只要再算5颗就好。OK， 以上双阿尔超稳，给大家做参考哦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